2012年第六届莎莎香水奥斯卡隆重登场。本届香水奥斯卡由性感甜美女星安心雅担任代言人。这次拍摄的主题为香气、情欲、费洛蒙的吸引力，并以香水的个性塑造出四个情景，分别是代表清新爽朗的晨曦、活力满满的白昼、浪漫唯美的向晚，以及性感迷蒙的暗夜。透过四种不同氛围，带出不同香调香水的个性。今年莎莎香水奥斯卡的盛典，各大品牌推出多款新香角逐各大奖项，更寄出只限莎莎香水奥斯卡的独家优惠，欢迎大家到莎莎全台门市试香票选，或上莎莎美妆馆投票给自己最喜欢的香水。